又是直接一脚搓射，又是世界波，乔瓦尼啊，都知道，好家伙，靠表情，中场已经是控制下来了。哎，这个球看乔瓦尼又没有机会挑射，这个球球进了，应该是没有越位，边裁没有举旗，乔瓦尼面对出击的门将选。能不能传到中路，漂亮，终于是扳回了一球。他们前无底线，乔瓦尼打门，这下球进了，扳平了比分。下半场这球，哦，这球进了，这个球是有变线吗？乔瓦尼守门员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准确的判断。乔瓦尼这次有很大的空档，看把球舒服的停下来，面对对方的防守，这次直接打门，球进了。比赛进行到第八分钟，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。开始看看边裁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乔瓦尼来到禁区内了，在往底线走，这球在晃过了守门员，最后把球送进了球门。这个球没有问题，乔瓦尼非常空的给，哎呦，这球传的有点轻，还有防守队员没有第一时间把球破坏。乔瓦尼，哎呦，这次左脚打门又进了，19分钟。哎，漂亮，这次何伟儿能分过来吗？再给乔瓦尼，有空档，乔瓦尼打门，再进一球，大四喜，第65分钟。
没有稳稳的打进。巴尼禁区里内切打门，这下被封堵，再来一脚，第二脚打门，这球进了。乔瓦尼88分钟，乔瓦尼连续的两脚打门。Може веднага да използва. Подобна ситуация сега. Джовани в наказателното поле. Търси пас към Димитър Илиев. 2-0. Ами за това алармирахме. Славия допусна. Атака като получебник от Локомотив Пловдив. Огромна. Малко по-напред, за да може в 79-та минута.